问：2020年7月10日，魂体被观世音菩萨带到冥界阎王殿，阎王爷承蒙观世音菩萨和童子大驾光临，这就是犯了累累罪孽的 A 国罪灵高官，实在是罪恶滔天啊，真的是不配为人父母官。你做的这些事情有像各官吗？人间的高官实在是哎，不懂得天地因果。观世音菩萨，你做的这些都是在伤害众生，你知道错了吗？男罪灵，我知道错了，求求菩萨救救我。阎王爷，你把你自己的罪孽和在地狱的遭遇说出来，提醒杨氏为人父母官的人吧。本王看在观世音菩萨面子上，让这些功德给你投人道去，不过也是投到人道贫民区长大的一个相貌丑陋的贫苦女子，不说就去投畜生。男罪灵说，我是 XXX， 住在 XX 市，我生前是读政治律法，毕业出来在市里当一个小区的公务员，因为对律法条文很熟悉，文笔报告被上级赏识而被调升成为 XX 市的高官。男罪灵，我利用职务出入高级娱乐场所，政治圈子很复杂，有很多像我一样的高官暗地里都有去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娱乐场所消遣作乐，由一些经纪公司会提供娱乐圈里面不是太红即没有后背靠山的明星模特网红给我们陪玩，价码都很高。娱乐圈的 B 君因为节目需要律法的审批，常和我所属部门联系，过后我们合作开了一间经纪公司，用了 B 君同行朋友名字开的，其实真正的业务都是 B 君在掌控，我只是替他掩盖许多不合法律的违法活动罢了。 B 君后面有另一个庞大的集团在给他支撑，我只是在里面收利益。男罪灵，我不知道 B 君迫害那些男孩和女孩去卖淫，我以为他们都是追求虚荣物质而自愿做这些的，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道歉，我不知道你们会去自杀。男罪灵，我死掉过后被穿着 A 国古代王朝官服的执法官送去地狱，这个地狱真的很可怕，好多铁柱子，我被绑在一个好像5层楼高的大黑铁柱上面，不久高空就有声音响起，说我为人淫荡好色，喜欢和年轻女子纵欲，逼迫他们去做这些淫荡之事，没有父母官的正气，脑子里全部都是邪淫的事情。鬼差，快快让铁柱烧红，惩戒这个为人好色的淫荡之魂。男罪灵，铁柱瞬间变得火红滚烫，我的全身皮肤好像被火烤过一般，罪灵送去地狱的时候全身赤裸，后背滋滋滋的火烧声音，我立刻嚎啕大喊，没有一个人类可以忍受这种痛苦，我全身灵体瞬间变成好像黑炭一样，嘴里冒出滚烫的气，这是痛入灵魂骨髓的火烧之苦啊。阎王爷，童子请速速回去写给你师父，给你们阳间的人一个警惕，好色淫荡的地狱果报。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7月11日。答：我已经和你们讲过了，任何男人女人好色好淫的话，结果都是非常惨的，你们都做过噩梦，在梦里被吓得拼命叫，这个下地狱比梦更加真实，而且痛苦10倍、100倍、1000万倍，真的要好好当心，活在人间的时候稍微咬咬牙，很多事情都能过去，不要斗不过自己的欲望，不然哪天下了地狱就完蛋了。他受完果报后去农村投个女人也是很苦的。